小金，你最好给我负责任哦！你小金，你刚那个意思，五哥说1984，然后今年摆脱单身哦。哦，这是恋爱运吗？爱情运是不是？1988的第四个，123，好难解释哦。羽翼翩跹，羽翼翩跹的意思是说形容神仙飞翔在空中。为什么是飞翔在空中啊？他的造句是说看见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。哎，你是否也盼望自己能够修道成仙？他应该说你有期盼自己能不能脱单吗？五哥，他应该是想谈恋爱了吧？艾斌刚问我说：“你看见别人谈恋爱，是不是自己也想谈恋爱？”我说：“你都想脱单了。”哎呦，哎，我刚问什么啊？这个好难哦，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，可能，应该就是说你目前还是非常的自由吧？这样讲是对的吗？就是目前还是比较按照自己的状况，情人在空中飞翔，追不到的意思，追不到的意思。哎，我没有这样讲，小金，你不要乱说。我刚刚意思应该就是说，他还是像是自由的鸟儿，好吗？修道才能成仙哦，那你要去修是不是？哦，代边说你要努力一点才有办法脱单。那如果你最近工作太忙的话，就很难啦，好吗？哦哦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会不会顺利呢？听，好，他自己听。小金，你最好给我负责任哦！你小金，你刚那个意思，哎，这跟我说的一样，就是你，就跟我说的一样，你如果你太着重在工作上的话，就可能比较不会遇到啦，还是有机会的。看见鸟在自由，现在就是自由的时候嘛。你现在就是非常的自由，真的，宁缺毋滥。大斌，你笑得太放肆了，然后你被发现了。就哦，是服装编。谷歌，你要去打服装编。好了，小妹陪你好吗？谷歌，你也不用太难过。